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豪。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乐乐。欢迎回来我们的头牌秀场。我们刚刚是买不起冰冰，我们 BB。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看哪一场秀呢？那就是啊，来自于阿拉雅2023年的冬春秀场。冬春秀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阿拉雅这个品牌？听过的请扣一，没有听过的请扣零。那自从新设计师 Peter Mulian 啊去年走马上任以来啊，阿莱雅最近真的是以就是光速啊在时尚圈里面翻红啊。那 Jenny 在她的那个新的 MV 里面穿， Rihanna、 Beyonce 在 Vogue 上面穿啊，杜阿丽法开演唱会穿，章子怡上家人穿，汤唯上 Vogue 穿，李冰冰上时尚健康杂志封面穿， Tilda Swinton 在戛纳连翻他们家两次牌子啊，李宇春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再次穿了同款，并在两天后的微博电影之夜上面啊再次翻牌子。嗯，插播一个题外话，李宇春的造型师到底是谁啊？也太有品位了，可以私下联系一下我们吧。除了以上的这些diva，更是出现了让 Zendaya、傅永爱、杨幂、李宇春、张小斐合穗六连撞的裙子。哇哦！不知道大家觉得谁穿的最好看呢？看完众女明星们的演绎，接下来啊，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品牌的2023冬春系列秀场。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踊跃的为我们点赞、转发、收藏、投币哦。OK， 大家请点关注，你的支持是我们把节目做下去的最大动力。You know, sometimes I go to in the fashion stores, they think that's what I love it.玩秀场大家觉得怎么样？经过我们频道多年熏陶的 BB 机是不是觉得有一点小玩笑？嗯，再来看秀场当中的这件紧身高叉兔十一是不是又有一点像 Mugler？ 再来看秀场当中的这些大围巾的设计是不是又有一点巴黎世家的影子呢？而这些大体量大廓形的大衣是不是又有一点像换了设计师之后的 BB 呢？不要着急，先把抄袭打在公屏上，把致敬打在公屏上、啊、其实这些相似啊都是在品牌基因里面的、都是和品牌的创始人以及现任设计师的经历有关啊。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 Alaya 这个品牌叫 Alaya。 因为品牌的创始人 Azedine Alaya 他呢是出生于突尼斯啊。那突尼斯在哪儿呢？他在北非啊，在意大利的对面阿尔及利亚的旁边。 Azedine Alaya 呢，他大约出生在1935年。等一下，大约1935年是什么意思？是的，因为他改过他的年龄啊。展开说说。对，他后来为了上学就篡改了年龄，就是和香奈儿一样啊，就没有人知道他真实的年龄以及和小天爱。
我记得好像老佛爷 Karl Lagerfeld 也改过年龄，所以证明就是才华与年龄无关嘛。嗯，那阿塞丁·莱亚他的父母呢都是农民，那在当今的时装界也有一位啊年轻的设计师，他的父母也都是农民，请大家把这位设计师的名字打在公屏上。提醒一下，最近刚结婚。后来呢，阿塞丁·莱亚因为喜欢常常翻看、常常偷看姐姐的 Vogue 杂志而爱上了时尚。那在这里又要提问了，请问哪一位设计师也是因为翻看姐姐的杂志而爱上时尚进入时尚圈的呢？其实是一位英国男设计师啊。然后呢，阿莱亚他因为很喜欢艺术嘛，于是他就篡改年龄啊，上了突尼斯高等艺术学院学习雕塑。这里又要提问了，请问哪一位设计师也是雕塑专业出身的呢？就是提示一下腿筋爱好者啊，浅浅的随堂测试一下，看看大家近期的学习成果。不要以为近期我们一直在讲红毯，就会忘了大家的学业。我看了一下弹幕啊，就是正确答案寥寥无几。你是我们带过最差的一届。那回到阿塞丁·莱亚，就是他上学期间学的是雕塑，那他是如何误入歧途去学习服装设计的呢？还不是因为穷逼的。因为啊要支付学费，所以他和姐姐就通过给别人就是和风鼓鼓啊来贴补家用。是的，然后因为就是做的太好了，在他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收获了一批忠实的客户。1957年，大概在他24岁的时候，我们通篇秀场解析题目叫做大约在冬季。他就来到了巴黎，加入了奎森迪奥，成为了一名版师。当时现任的设计师就是也是刚入职不久的 YSL 伊斯坦罗浩啊。但是他在迪奥仅仅干了5天以后就被辞退，因为当时的突尼斯就卷入了阿尔及利亚以及法国的战争啊，那他就被辞退了嘛。后来他就加入了 Thierry Mugler，就一干就干了将近20年。干了2年左右之后啊，他在1980年自己创立了自己的品牌。而作为版师的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打版。哦，你说这个我可就不困了。那他打版的是谁呢？咱要打版就打版最厉害、最牛逼的设计师。那在当时最牛逼的设计师是谁呢？当时最厉害的一个是 Madeleine Vionnet， 一个是 Cristobal Balenciaga。那前者呢被称为 Queen of Draping 啊，就是褶皱女王啊。她厉害的是她自己啊，根据人体肌肉的走向开创了 Biocarts， 就是鞋材。因为鞋材可以让面料紧贴穿着者，构成曼妙曲线的同时呢，又让衣服在人的身上穿得很舒服。那后者呢 ，Cristobal Balenciaga 被称为 King of Couture 啊，高定大师。他的厉害之处是在于让面料和人体形成空间，让面料萦绕在人体的身上，而产生一个空间的体积感。但是呢，这个面料又不裹在人的身上，形成了另外一种方向的穿着舒适啊。就简单理解，就是说他给人就是造了一个壳子，让人在壳子里面可以随便动的。那我们的 Alaya 当年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去买 Madeleine 以及 Cristobal 的衣服，买回来以后干嘛呢？就把它全部一针一线的拆开来，打版完再重新缝回去。是的啊，很有匠人精神。那他打版的人啊，不仅限于 Madeleine Vionnet 和 Cristobal Balenciaga， 那以服装灵感创意见长的 Elsa Schiaparelli 和 Paul Prairie 也没有逃过打版狂魔 Azadine Alaya 的手啊。比如说 Elsa Schiaparelli 的拉链连衣裙啊，是错觉针织衫啊， Paul Prairie 的皮草大翻领，都在 Azadine Alaya 后来的设计中看到。他不仅疯狂的打版啊，在 Balenciaga 和 Yves Saint Laurent先生两个人关闭了自己品牌屋的高定线之后，还把这些高定的裁缝全部买到自己品牌里面。就相当于就是等爱豆糊了，然后把爱豆的整个经纪团队请回来为自己所用。那前提是你自己是可以成为爱豆啊。那阿莱亚恰恰就是可以的。是的，所以论追星还是设计师会玩。是不是？是的，是的。以咱们现在的眼光，是不是觉得就是打板就是得乔模生的打扮。但是呢，就是咱们阿塞丁·莱亚啊，就并没有否认从这些上古大神那里汲取灵感啊。阿塞丁·莱亚的基金会不仅出书还办展，天天发帖爆自己，就生怕别人不知道。那巴黎世家先生知道吗？巴黎世家先生说烦死了，打都打不掉。这里的打是打板的打啊。那阿塞丁·莱亚他自己说啊， When looking at magazines, I was fascinated by dresses by Balenciaga, the master, the bodies, the seams in the black, the roundness in the shoulders. I wondered how they held their shape. What magical cut of clothes could create such effort? I wanted to understand the mystery of the clothes, and I would redraw them, imagining the bone structure that lay beneath.
意思就是说啊，我对杂志上面巴黎世家先生做的衣服深深着迷，紧身上衣背后的缝线，圆润的肩膀，我想知道他们用了什么啊奇巧银技让衣服保持那个形状，我想理解服装制作的奥秘，我会重新打板，想象着面料下的结构。所以在这里大家觉得阿兹丁阿拉亚算不算是一个打板大师呢？我觉得算不上，就因为解剖是成为一个医生的第一步，就在我看来我觉得算不上。好的，我现在去拆那个香奈儿。首先你要有一件香奈儿。我也舍不得拆。创造的第一步 baby step 就是模仿嘛，然后它这个就是属于一个了解的过程，我觉得算不上。我不是那个偏袒阿莱亚，我真的觉得算不上，就是没有这个拆解的过程，你也不知道怎么把它重新装起来。就是所以我们之前在那个 Skype Ready 那期节目里面说啊，就是在像巴黎世家呀或者是Elsa Skype Ready 的关闭时装屋之后啊，就是阿丹丁阿拉雅算是传承了他们的衣钵啊，也难怪他把人家那个经纪公司都收入喝下了、也难怪就是 Daniel Raspberry 就是上任 Skype Ready 之后会去借鉴阿丹丁阿拉雅的设计、就是一个传承、又绕回来，是的，是那时尚行业在被 ZCCQ 席卷之前啊，其实在以前更像是一种学徒制，类似于学武功的感觉啊，就算你是一个武学奇才，你也要从一种门派开始练起，然后师从百家才能独创一门，是的，葵花点穴手，葵花点赞手。所以啊，现在各位口诛笔伐的所谓借鉴啊、抄袭啊、致敬啊，在那个时候真的就不值一提。我们可以再来看 Christopher Balenciaga 年轻的时候啊，也有借鉴 Madeleine Vionnet 的设计。那 Madeleine 本人呢，还当面帮他改过设计，说他啊，小伙子抄的不错。你现在让香奈儿给圣罗兰的设计师去改改设计，你试试，你试试。现在香奈儿可能无法帮人改设计，可能会教人如何啊配货涨价。但是啊，就是插个题外话，有趣的是，就是阿兹丁阿拉雅啊，就是各种打板结构大师啊，他在模特身上立体裁剪技能就是登峰造极，他自己却常年穿一件就是平裁的，就是唐装，给人颇有一种大道至简、大音牺牲、大象无形的一种美学感受啊。我觉得平裁的中国服装它牛逼的地方在于丰满的人穿它遮肉显富态，然后瘦削的人穿就显得很有仙风道骨的那个劲儿啊，所以就是平裁的那个山仔一身，就是是不是卖得很好，就富婆很喜欢穿，特别在我妈妈这个年龄段卖得非常好，因为就很遮肉。而阿萨丁拉亚自己本人呢，也因为就是把衣服的结构做得特别好嘛，可以把紧身衣做得非常凸显女性的曼妙身材，所以在业内呢也被称为 King of Clean 紧身衣大王，三枪。它的设计啊，你就远远的看，眯起眼睛看，整个廓形很像一个眼镜蛇，上身大廓形，下身紧身，强势有攻击性，同时性感又危险。是的，同时很对立的是，他本人呢又很喜欢用白色的辅绸面料来做衣服，那种啊自带筋骨略显硬挺的面料，又可以让整个衣服看上去非常具有雕塑感。是的，这个也是因为他当年就是主修的是雕塑，所以他很喜欢这种白色的衣服，然后给人体造成那种雕塑的感觉。所以简单的概括阿拉亚的设计啊，主要就是两个词，一个是雕塑感，一个是紧身衣啊。如果你的身材曼妙动人啊，犹如蛇精，你可以去买他们家的紧身衣。当然，如果你对你的身材就是曲线不是特别的自信，不是特别的满意，你也可以去寻找品牌经典的这种塔夫球衬衫啊，也可以帮你去塑造雕塑般的曲线。说完以上，我们再看回本场秀，就大量紧身衣的出现就不奇怪了。不同于 Mugler 的锋利和危险，阿拉亚更多的是体现人体作为一个三维物体的美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阿莱雅就是秀场的紧身衣并不像Mugler 里面就 Casey 手下的那个我们紧身衣，就是大量的裸露和光影的变化都没有，就是一个通体的一个一色，就为了展现这种块状的美感，对的，就雕塑的美感，雕塑的这种美感啊。秀场中大量出现的 draping 就褶皱，也是来源于20到30年代。那 draping 呢，就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设计手法。那 YSL 在2022秋冬的秀场灵感也是来自于20年代，而且很巧的是，他们俩在2022年秋冬的灵感来源都是Nancy Kunar。是不是女人不够用？真的。玩笑秀场呢也使用了大量的 draping 啊，就是垂坠和 biocast 鞋材，所以这两场秀相似也很好理解，是因为他们的灵感来源于同一个时代啊，然后创作手法又很相似。而现任设计师 Peter Mulier 啊，不仅用传统面料做 draping 啊，就垂褶，
还有用皮革、牛仔、珍珠来做垂坠，让整个服装简约中又带有丰富的细节。那 Alaya 的现任设计总监 Peter Mulier，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眼熟呢？如果你经常看时装纪录片的话，你会发现他就是在纪录片 Dior and I 里面担任 Ralph Simons 的助理。他本来也是学建筑的，他在建筑专业毕业之后就先到 Ralph Simons 的同名品牌去实习。2006年呢，和 Ralph Simons 一起去了 Joe Sonda，成为了配饰部门的负责人，然后又跟着 Ralph Simon 去了迪奥负责手工坊再然后又跟着 Ralph Simon 去到了 Calvin Klein 但是 Peter 他担任的呢是首席创意官，是的，然后再然后没有了，因为当时就是 Ralph Simon 不是被那个 CK 就突然被炒掉了嘛，对啊，然后整个团队解散，让 Ralph 就去了 Prada， 那 Peter 呢就接受了利丰集团 Alaya 的 offer。而同年他的男朋友 Matthew Blazey 就去了 Bottega Veneta 来执掌这个品牌。我感觉时装圈不仅女人不够用，男人也不够用，就这么点人。是的，所以我们看过整个秀场，其中有两件大衣很像 BV 的秀款，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 Matthew Blazey 第一季的 BV 的灵感来源也是来自于意大利雕塑家这个人的雕塑，这个我觉得他们夫妻俩讨论的可能性也是很高所以我们在 Peter 上任 Alaya 的三季来看可以看到有致敬 Christopher Balenciaga 空间感的廓形，有致敬 Tiki Mugler 的紧身透明针织，以及来自 Ralph Simons 的代表元素，比如说像高领挡脸Bomber Jacket 街头元素等等等等。是的，只是用一种他自己的方式来展现出来了我觉得蛮好看的。有没有比原版好看的？对，你说哪个比原版好看？我不明说，大家说，大家觉得在这一趴那个 Peter 他的改良或者说致敬有没有比原版更好呢？所以呢，就正如 Azadine Alaya 说I'm not a designer, I'm a couturier 就是说我不是一个设计师，我是一个裁缝。所以他的衣服目标是给人穿的就是给那很好富婆们就日常可以穿着。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三季以来现任设计师 Peter 呢也是希望传承 Azadine Alaya 的精神就是把它打造成一个非常实穿的主打工艺的品牌，而不是去说理念讲故事同时卖烂衣服的一个品牌就你为什么那个着重符号要放在卖烂衣服？就很多品牌现在在卖烂衣服呀，然后同时放大品牌自身自带的那种性感以及力量感的标签，也很符合我们当下就是时尚圈的审美所以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它经常被这些低洼们翻牌。如果说40年前Alaya 的成功是源于女性对于完美身材的一种追求，那么40年之后Alaya 的强势回归可以看到也是因为女性对于力量感的这种喜爱。当然呢，这也是和现在的主流审美风向有变化息息相关的。时尚圈已经开始厌倦一味的瘦，而转而更偏向喜欢更加有力量感更有曲线的身材，面对不同身材呢也更加的包容和欣赏。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持续关注Alaya那节目最后呢，老规矩，我们也把我们觉得最好看的衣服给挑出来了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件呢？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希望大家喜欢。如果你觉得本期节目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就请不要吝啬为我们点赞、转发、收藏、投币哦。都可以来请点关注，那我们下期头牌秀场再见，拜拜，拜拜。